拔丝金枣。拔丝金枣这道菜通过菜名说出了烹制的方法，拔丝也道出了菜肴的形状，金枣形。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是山药。甜豆沙、花生油、淀粉适量。凉开水少许，白糖、香油适量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。将洗净的山药上笼蒸熟，削去皮以后制成山药泥儿，在盘内撒上面粉，然后将山药泥儿分别做成小饼。然后在小饼内瓤入豆沙，将用豆沙做馅的小饼做成金枣模样的胚子，炒勺内下油烧至七成热的时候，下入制好的金枣胚，炸成金黄色的时候捞出，倒入漏勺内。做拔丝金枣胚的时候，包馅要匀，大小要一致，形状要像枣。炒勺内放油，然后放入糖熬化，待烧成金黄色并且起泡的时候，将炸好的金枣迅速地倒入锅内，颠翻几下就可以盛入盘内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炒糖汁的时候要注意火候，火大了发黑，火小则发白。从挂糖汁开始一直到上桌，动作要简练快捷。这道菜的特点是又脆又甜，有山药豆沙香味，是山东的传统名菜，多用作宴席的高档甜菜。